断了。好了，东一变三级片了。东一东一东纳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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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！哎呀！果然是传承。归零归零，他超级会演这种游戏的，是最厉害、最会即兴的哦。即兴王，即兴王。他是全台湾最强的即兴达人。哇，压力大了，压力大了。要什么年龄？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噔噔。谁？六年。六年。六年。自己就是了。本色演出，本色演出。猫。这场拉什么？啊！是个女主持。在哪？在电车里吗？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造势晚会舞台上，好像也可以抽奖。哇塞！大庭广众的大庭广众，而且是舞台上哦。造势晚会就是选举的那种，啊，候选的那种。对对。好，做什么？做痴汉。这痴汉这造势晚会做什么？重要。等等。打字机器人哇！哇！台下有五千个人哦，台下有五千个人，没有可以让他演，太好了，对，然后对对对对，他是他的水货了，政治咖，政治咖，这个年代还有人在打政治电话，对，对，我在，好，你想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帮你做氛围，我是政治人物嘛，我是政治人物，好好好。在舞台上，对。哎，那你们其中一个出来当那个女生好了，就是她打的那个色情电话的那个女生。不要控制我们哦。好，好，你们演，你们演。哈哈哈哈哈。即兴是这样的。OK OK。这样 OC。哈哈哈哈哈。怪他。好来了，好来了。好，那你就演那个女生打电话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刚讲了。我准备要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准备要这样子，叫我打什么电话？这真没有如果了，这有太快了。到底是谁要演的？你先让他讲啊！你要让戏，先让他吗？你要先把围裤先试探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是这样子的。要吃啊！这个在夏天来了，应该把黄文义也关在手掌心的，这个这样可以避免烂。我吃啊！吃啊！没有，你水浒，你说你是水浒，还用身体支持？不能这样子啊！我喜欢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个奇怪了，吸收老多文字。你的电话响了。哎，宝贝，宝贝，喂喂。哎，真的有女生的声音，宝贝。不知道我是今天有空吗？有。哎，那要不要来一下？太直接了。你没有电话，你不在我家。我说来现场就只柯文哲。女儿都是这些人。你是我女儿，爸爸，爸妈，爸爸。换他的时候，你这都是别人。太要这个看一下 OK 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看到你要跟你搭讪，他怎么可能这样来？太过分了吧？然后他跟我搭讪，这个我可以，我可以。我要跟演完了。哇，精彩！要不要来一下？这个比上一段好多了。我也觉得他演技算好多了。